一个老板要你留在他的身边，一个老板要送你回家，有故事啊！他们两个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。哎呦，谢总负责的是市场，我颜值与智商并存的英年才俊，这么好骗？顾总负责的是内容，初步耗期设备，剧本放在眼前看都不看一眼，这就是你所说的热爱培训。 拿着签完字的合同来找我，不要跟我讲条件，就你，想都别想，顾总，你醒了？他以为他们二人在谈离婚协议呢。您是我老板，不准跟我貌似仇。您的真命天女会和天敌同时出现，到我身边来做我的第一特助，把我当做你男神就可以随便请了。我谢飞。 是能因为一个姑娘就赌新人吗？是，在公司还是要有个老板的样子。听不听不成年经，别胡闹。你是给小宁制造问题，我是给小宁解决问题。什么时候我的助理变成全公司的主力？男人不要重男轻女了，你交个喉咙都没有用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的贴身女，你这朵娇花。 娘娘的辣手，崔定。夏晓宁，蓝副总，知道。是这个世界疯了还是我疯了？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穆不语，我是花晓宁。顾晨宇，我是夏晓宁。感恩，让我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了你。我喜欢你。